喂？一二三，有啊，我现在看到你们正常啦。聊天是活着的，打加一。好扯哦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哎。你看我打了一个聊天是活着的，打加一，没有人打加一，超扯的。不是哦，就很扯哦。我拿我的萤幕截取给你们看哦。你看，来，你看。这边，你看哦，聊天室活着的打减一，你看，聊天室活着的打减一，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，还在加一，没有，不动了，可是我直播没问题，好扯，吃饭比较重要。先吃饭再说。为什么这样啊？还是因为我有用什么东西的问题啊？聊天是怎么死去的？我现在吃一个韩国料理，今天吃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炸鸡咖喱饭吧。先吃饭再说，吃饱再战。哎，为什么打不开？炸鸡咖喱饭，先吃小菜。好，我们换一下分类好了。I L， 哇，连聊天室的人在讲什么我都看不到了。加班，吃饭，哇，又照不到脸了，好爽！我真的看不到你们了。好扯哦，这到底什么？香菇？哎，他怎么只有给我一个汤匙？香菇，爆盖，这应该可以直接放下来吧？我要是如果怎样，可以边吃边开导一下工作倦怠的豆内裤吗？这有问题吗？刷新看看。工作怠惰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话。他会卡住欸。正常啊 ，OBS 上面不正常哎、欸，也挂了吗？对啊，就是你看它这位置这样，它就完全卡死，动都不动。可他们好像都没问题。好，还是我上传打太高？应该不是那个影响。好奇怪、啊。等一下。哦，好好吃啊、哦！转到我阿嬤都不认识我了，我阿嬤真的不认识我了，这好好吃啊！
换掉。哪一个？2040。可是不管2040啊，我连 Twitch 都一直转。就要一阵好一阵不好。嗯。有人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哎、欸，又好像又好嘞、嗯。聊天室听得到我讲话，打个一。还是其实我只是没有什么人在聊天室聊天。超慢，嗯，它超慢，哇，好辣哦！你要把它全换是不是？嗯，直接，对对，嗯，不是啊，你换的是投票啊，靠腰。就是这个、啊，嗯，这样会好吗？可是它还是超慢，就这边跟那边应该没关系吧？嗯。假如如果这个是好的话，可以先用这个档。可是它不是好的，它现在也没反应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唱独角戏，没有人跟我讲话，我就自己讲话好了。这好辣、喔。这个是 Uber Eat 送的，有点贵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有人抖内。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讲话、啊？我开无痕看看。恭维啊！还是没有反应。哎呦！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哎、欸，好像好嘞、欸，开无痕好像比较好。聊天室，我们一二三打加一，好像好了，好像好了。哎、欸，无痕好像有用，无痕有救。好，看到你们讲话了。卡住。你看这无痕，这是我刚刚的，动都不动。我把麦克风拿远一点。
啊，好喝。没有买 VPN， 不要再洗了，没 VPN。吃韩国料理，这边的很贵，200多块，不过是挺好吃的。但它在我心里的价位大概就是100、170吧。博维订阅，哇，博维你在哪？我找不到你，博维。博维什么时候双排啊？博维。怎么变胖那么快？是因为食物没咬，或许是吧？可是我没有时间。然后你要帮我后台维修啊？嗯。哦，你好猛哦！你好猛啊！我现在在这边用荧幕截取哦。还是我要关掉？应该还好。你看左边跳的比右边快，右边又突然跳的比左边快。好扯，不是哎，200块便当，你们真的是没有，你们真的是不懂天龙人的苦哎。还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乱改东西，然后改到要爆炸。最近会很常直播吗？要不要订阅？你可以先订五月，五月还蛮常直播的。真的啦，这个月开很多，好辣喔，我的天啊！到底哪边比较快？你在看 YC 修电脑，继父昨天说吧吧吧吧吧，雷神看人啊，我觉得雷神一般人。明天不会开，我这个礼拜三，我这个礼拜只有礼拜三不会开。1、2、4、5。这是投票，这是聊天室，对吧？哎，哎，对啊，那什么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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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chat。讲好了吗？他就一直这边 ，Sorry, we are unable to connect to chat。这样讲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好辣！现在每个数都差不多了，那好好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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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就好了，是呀。睡啦睡啦睡啦 ！OK， 各位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又回复了活力了。怎么样？大家问什么问题？赶快问！我快把它吃完了。好扯哦！五月订阅就是最好的选择，最好的选择。不能动内就只能订阅拉大鱼小鱼。谢谢订阅。刺青，对，这个为什么订餐不揪？好扯啊！米西亚，你要吃吗？我吃剩的给你吃，还是你要订？什么时候还会拍健身影片？我现在在努力说服吉祥，吉祥似乎已经对他的幸福感到无望，他就不想健身了。不过我最近也是比较懈怠啊，一个礼拜也就只考两次而已。这家啊，我查一下 Uber Eats 上的。哇，我这样帮他打广告，他会不会太爽啊？算了，没差。Barbie Box。有点贵，我不知道是 Uber Eats 才贵，还是因为它本来就那么贵。啊，林飞又练台啦！刚刚连抖内都有问题。刚刚连抖内都有问题，真的假的？不过你现在没问题了，你可以抖个200美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伤害好了，好扯啊！啊，又是突破天区啊，没有，还行还行，大于 AD， 谢谢订阅，谢谢刚刚很多没有看到的订阅，这个也是 YJ0629， 谢谢订阅。JJ 哪时去台北？不知道。你有要跟 JJ 去住一起住吗？不可能。哪时候要再拍魔镜运动会影片？嗯，找时间吧。何时跟博维双排？嗯，看情况。去台北住的房子，你会帮他找吗？嗯，我买一栋给他了。妈，房子还要我找，干脆我买给他算了，白痴哦！
买一栋只有浴室的给他，笑死了。小人说你没管好雨欣，但有管好他哥吗？白痴哦，到底干他什么事啊？笑死！买房子。当然是直接出钱啊，靠腰啊！什么嘴炮？刚刚那哪是嘴炮？只是逻辑而已哦。这本来就不是什么要管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说订阅就订阅，是呀。订阅，你既然都说五月常开，那我就订阅啦，哈哈。哈哈。问老板有莱恩群吗？有啊，有赖群啊，只是我在里面讲话讲的比较少。赖群，你问一下 MOD 吧 ，MOD 应该有，或是问 Sally。端午活动好像有吧，反正不是划龙舟就包粽子。国内配票不能交易，就用欧付宝吧。还好啊，这也告诉他们一课，不要一直想靠着抖内赚钱。没有啊，我们再讲一下方法。不过也还好啊，说真的，钱终究会找到它的出口。你今天不能用抖内，你现在就会开始用欧付宝了。我们先排好了，我吃的差不多了。其他人有经纪人吗？每个人都有，每个艺人都有经纪人啊，只有可能是重复的。哦，这小菜好好吃哦，它就是韩国小菜，不假。吃饭大声，这才是实况吃饭的目的。我平常吃饭不会那么大声，我就是要吃的大声，让你们觉得爽。而且麦克风就在旁边。这家真的不错，嗯，嘴巴不累吗？有一点，
这得抖内告急，少了收入啦，不会啦，我们还是把它养得好好的。哇，我忘了吃泡菜。没事没事，你看这些工商接那么多，虽然不小心忘了帮他排 Shadowverse， 但他应该不会记恨呐、啊。没事没事。不小心，呜呜呜呜呜，呜呜呜呜呜，吓到粉丝，呜呜呜呜呜。有啦，这些工商很多、哦。我现在只是不能把他们所有人收入公布出来而已、哦，不会，不要担心啊，不会饿死啦。不过是真的会少很多订阅，就是真的。还好啦，反正又不是他一个受害者，对不对？呜呜呜呜呜呜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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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是打算饿死我们家 JJ 吗？是。呜呜呜呜呜呜！魔镜的衣服何时卖？最近有在弄啦，最近有在跑一些周边的安排。什么时候要开除球球？快了快了。比较喜欢看吃便当，不要靠背啊，就吃一餐。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，谢谢 L E A N 1021的订阅哦，啾啾啾！汪永杰最近越来越懒惰，连啾都不啾了。魔镜什么时候买？快了快了！我已经找到交易对象了，一位姓钟的女性投资者。但他不考虑露出他的本名，姑且论他叫中女。学员工，白痴哦，员工就拿来消费的，不然要来干嘛？聊天室不要再猜了，不要再猜了，我是不会把他名字说出来的，不要再猜了。